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精选。在这张表格中，我们要将恶势替换成200，我们都知道就可以用 Ctrl 加 H 替换，把恶势替换成200，全部替换，替换200，恶势都存了200。但是大家注意看一下，这里本来是100恶，这个也变成了1000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事实上，它把这个恶势也变成200，就变成了1000恶。那我们要怎样做才只能够改变这些和其他的不改变呢？还是用 Ctrl 加 H。这里面就要勾选一下选项，单元给匹配，把这个单元给匹配勾上来以后，我们再全部替换。看到没有，恶势就替换成200了，但是120还是没替换。所以这个替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大家不仔细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大的错误。大家学会了没有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